新发地聚集疫情发生以来，截止7月4号24时，北京地坛医院共收治确诊病例334例，所有的病例在入院第一时间都进行了中医的诊疗，确定了中西医并重的治疗方案。截止7月4号，已经出院的10人中，其中7人以中医治疗为主。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这一新发传染病中，完全可以大显神手，